What's this you got? I made that. I know. Nobody else would have made it. 你端完跑那里干啥？感觉好奇怪。快站着吃，这个食物下去会更快点。感觉你端的碗到小区门口村口那吃，这个在吃早餐的孩子。Day after day, 还有意思 ，practice， 视频为证，杰森在练习。9:15上学就是好，是吧？吃完早餐，两人还能洗洗葡萄，然后吃个小水果，是不是啊？一顿的头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翘的。尤其是前面那个盖盖，你也是翘的，我也是翘的，对啊。那这个是悬空的，嗯，它这个也是悬空的，对，它那里有个旋，你看妈妈这里也有，但是你的标志长头顶上了，妈妈头顶上也有。那我的标志呢？你的标志就是你的大脑门啊。完了，这是在练习啊。应该很快能给大家弹唱了。要去接俩孩子放学了，大家都说我们家的这个门是黑色的，为什么不换白色的？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前业主给他嘟嘟装了一个黑色的门了，因为它很吸热，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门打开，阳光洒进来，这个门子里你靠近这里就一股热气，这个地方特别暖。不行，我赶紧出去，我出汗了都。今天是一个大晴天，但是雪还没有完全化，气温还是有点低。刚接餐还打电话过来说，要不要我去，要不要他去接俩孩子。我说哎呀不错嘛，我说不用了。然后我这个方向盘的这个套套买了，我一直装不上，我也忘记跟他讲了。他前天开我的车去给我加油，然后给车胎充气，就给他套上了，真贴心。都没雪了，小俩孩子，慢一点，慢一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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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咋冰凉凉的？走了，我们家还有雪呢，你为啥在这儿呢？回家弄雪，走了。你回来就在那里唱歌，你在唱啥呢？我看看。哒哒哒哒。哇，这什么？这你给我看一下。Join the world. Join to the world. 嘟嘟嘟嘟嘟。哇，谁的画的呀？这是什么游戏？又画的游戏。那是什么？麦当劳。M 对不对？对，麦当劳也有个刮痧之王。这些都是画对不对？我看一下。没有需要妈妈签名的吗？没有。好了，你把这个放房间，然后把你这个文件夹放书包里。本来做饭了，今天打算炸小酥肉。那时候已经腌好了，现在来调个胶。我也不太知道量，所以呢就弄了5个鸡蛋，因为我的肉切的比较多，然后买了一包这个小酥肉专用粉还没用，这个粉再加点红薯粉，先看一下够不够，4勺。姜拌好了，红薯粉跟面粉的比例是2:1，然后还加了5个鸡蛋。我们看一下油，放下去冒泡泡油温可以了，然后我们一条条放下去炸。Ada，你来看一下这神奇不？它自己就飘起来了，那味超级好吃的小酥肉。全部飘起来了，看一下，妈呀！炸成这样子，金黄的，我们就先捞出来。哎，我们家的漏勺太小了，冬天还需要个大漏勺。好的，过年的时候要炸蔬菜丸子、萝卜丸子，然后肉丸、小猪肉、鱼啊之类的，就是这个漏勺就行。终于炸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二次复炸。炸30秒，我们看一下颜色，像这样子的话就捞出来了。哎呀，我可以吃一个吗？吃那边的。
要等一下，现在还没吃。你是打算给谁呢？自己吃啊。你做那么多两锅，我可以让他吃下吗？可以啊，但是会凉。做了炖菜，刚好炸了这个小酥肉，然后放进来。这个小酥肉下火锅也很好吃。好了，我们开饭了。好了，炖菜，小酥肉，你尝一下。你把它，里面的肉很嫩，是不是？嗯。外面酥的。让大家看看里面的肉。哦，好吃，好吃。那脸热了，红扑扑的。嗯。这是。你今天中午在学校没睡觉吧？但是我不累。你不累，你眼睛怎么睁不开了？嗯。对，我在站着。脸也热的红扑扑的。你端碗跑那里干啥？感觉好奇怪。快。我跟他玩过。坐下来。站着吃，这个食物下去就更快点，然后脂肪就。他就你端着碗到小区门口村口上吃。你接不下去了。哪个？姐姐，我看你不要站在这儿了。还想绕绕，还想站里面绕绕。还想在里面的肉肉是吧？对。这是我勺子。那你勺子会掉，太大了。可以帮我弄下这里的粉吗？可以啊。还是煮的更好吃一点，对不对？因为那个炸的当时它是酥的，后面凉了之后。太凉的话它就而且下面的没有散热它也是软的还不如直接给它煮了吃来熬一、我感觉 Eden 的眼睛睁不开了 Jason 回来了 Jason 下了班去帮 Angela 买那个彩铅 Angela 今天晚上要用大家忽略一下我吃饭的姿势感觉现在坐在这里肚子不舒服然后就要把脚这样敲在这里或是把伸在这个椅子这里哦哦呦他那个嘴巴哇那个 wet kiss 他为什么嘴巴呀他嘴巴就行他嘴巴大大嘴巴、He almost sleep He heard you come home so excited What's this you got? I made that I know. Nobody else would have made it. Try that. What is that? 小酥肉 Huh? Don't try it again. Here one. Oh, he will feed you. Here, someone. Let me see. Hey, let's watch this episode. Okay. Okay. Here one. Give me. I know my grandma's coming with a burrito. Put it here. Put it in the middle, right? Yeah.Tomorrow, not work. 明天 Jason 休假哦。Oh my God, look. Look, yes, you should be thin like me. Do you have any plan for tomorrow? I told you, like for us to go out and have lunch together. Yeah. Just kind of enjoy a day together. Yes. Wait.他 always smile this way more 奶奶我发现他嘴巴有一点点歪就是笑的时候可能这边咧的Tomorrow practice also practice guitar Maybe I can't live if living is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I can't give anymoreI can't live if living is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I can't give anymore. What's that? Without me. Without you. Without me? Without you. Okay. You look so happy today. You saw the car. It's good. I don't know how. Okay. Maybe soon. Soon we will be this. 孩子去冲凉了，晚安。我们要洗洗睡了。